新北耶诞市集今年除了连续七个周末假日在板桥府中重庆路行人徒步区有主题派对，主场活动则是从12月1日起到12月3日在市民广场盛大开市，推出了各式不同的耶诞节限定商品，并且首度举办最大交换礼物趴，要一路陪伴大家血拼到年底。2023新北耶诞市集来喽！今年以7+1主题假日市集，邀请大家来血拼。新北市经发局局长何一鸣表示，连续七周在府中重庆路行人徒步区会办理不同主题的假日市集，包括甜点派对、好礼派对、午茶派对等等，以不同的主题来办理耶诞市集，所以因此今年的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也包括像府中商圈的主题。甜点派对、好礼派对、礼物派对、午茶派对、好事派对、好炫派对、好庆派对，分别会推出，比方说特色好礼、观光工厂的特色产品，以及我们青农的农渔会的产品。此外，耶诞市集最大主场则将从12月1号起到12月3号在板桥市民广场盛大开市，精选超过90家业者推出新北美食、生活、文创、特色伴手礼和手作 DIY 四大主题，同时首度举办最大交换礼物趴，还有满千送百的好康优惠，欢迎大朋友小朋友带着你们所准备的耶诞礼物到市民广场与其他的朋友来进行交换礼物，也可以获得耶诞老公公的小礼物。那因此在12月1号到12月3号的耶诞市集，只要消费满1000元就可以获得新北币100元，欢迎大家一起到欢乐耶诞城耶诞市集来血拼。新北市经发局表示，耶诞市集从即日起周周都有主题派对，欢迎大家一起来吃美食、买好礼，一路陪伴大家到年底。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